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们 NU Pasta 呢，并没有对外开放手做 DIY 的披萨课程。好，但如果说你们真的想做的话，还是可以跟冰淇淋公主预定，他会考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手做 DIY 披萨的话呢，就是会有提供一些物料，啊，这个双色起司，还有这个番茄酱，还有这个配料。这个配料的话，打开给各位朋友看一下，我现在是有戴口罩的。有没有看到蟹棒、花枝？还有这个是什么虾仁哦？那我们来看另外一盒有哪些配料。哇，有啊，哦，我以为在叫我，因为雅婷跟凯迪听起来太像了。来来来，香肠、鸡肉跟火腿。那这个嘞，哇，这个是军人营养的菜啊。有玉米、番茄跟青江菜。对不起，花椰菜，好嘞，好，待会活动就开始了，我们先预先做准备啊，因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，郑明田老师哈，他要带他的学生来这边手做 DIY，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准备的东西给他弄到最到位，好，然后最到位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开心的一个手做 DIY 的回忆。好啦，先这样子啦，好，这是甜点食堂，好，我们有两个品牌，还有一个 NU Pasta， 这是我们老冯。